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别晃悠了，坐会儿。就是啊，这黑灯瞎火的，谁能来这儿啊？收好了啊，咱们要对墓葬啊进行一级守护，开不得玩笑。我们哥俩这眼珠子长他身上了。谁在那儿？出来！是我们。怎么是你们呢？不是让你们回去吗？这个发现对二里头的考古意义非常重要，我们可不想错过。行行行，留下可以，只限于上半夜。下半夜再说。为什么咱们白天不把它取出来呀？现在可见的绿松石碎片呢，就有几百块，再加上这没有发现的，还有更多呢。稍不留意啊，就很可能会破坏文物信息，而且，这墓葬当中铜铃摆放的位置，说不定对咱们日后的工作，有着重大价值。所以说，咱们守护的可不单单是文物本身呢。哎，这铜铃还有这么多绿松石，这个墓葬的主人肯定是个贵族。咱们现在一切都是猜测，等明天天一亮，老师们就会把这个文物套箱提取送到北京，到时候咱们的猜测都能得到验证。交班了，哎，看到没有，有人来记咱们了。走，咱们去迎他们。